是越南、鲜鱼、多越南的两边的，今年也刚面无水位，停止越南团的，李会长小姐，本部将比三个礼拜，哦，哎，你是参加李会长小姐高级级别的，咱停止点票，真正稳定的武汉不断活动的亚洲机场。下面呢，请刷耳机演员李桂琴女士和邱玉新秀郑振华先生为大家演唱《说出汉人狂歌》中的一段对话。
you, holy.